自己的质量，不求这个速度和回合。调短，调短，继续。基础水平上应该说相对来说会更高，可以注意看他在抽球的时候这个动作幅度是非常大的，台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，这样就不容易进入到削球手的节奏当中。破削球手的他的节奏，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来。这球朱世擦网。漂亮，双方对攻，调短，打法是一样的。其实这个是削球手特别讨厌的一个点，那马龙在进攻质量上如果提高的情况下，可以坚持这样的打法。左右的吊击，漂亮，连续多板左右，继续右边，继续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回到比赛当中来哈。调短，继续中路的一个进攻，反手，他的脸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疲态，毕竟我们说实话，这么一名老将还活跃在赛场上，我们真的也应该到这里要给朱世赫鼓掌。目前是9-7，暂时领先，由朱世赫发球。调短，继续。这样朱世赫是调短，看得到，但是老板在，我紧张。主教练郭跃华先生的一个采访视频。调短，抢攻，中路，
前中台后边的一个调动都是非常主动的。哎，我紧张的已经不会说话了，从体力上和状态上会有一定的压力。漂亮，压力都是非常大。调短，继续调短，强攻，继续。这球，这一球。调短。马龙是拿到了赛点，那朱世赫回球出界，这样呢马龙是以11-6总比分3-1拿下了第4